之前 Dangerous People 击剑店男装都是薛之谦当的模特，街头风格主打色调是黑色。二，张馨月 XINYUAN Boutique。 张馨月虽然才开店几个月，但是粉丝已经突破十万了，衣服风格都是比较复古仙气的。三，罗志祥 Stage 网店。这个店铺开的时间算是比较久了，2008年就开了，价格不算便宜。四，郑恺 DUEPLAY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模糊羽绒披裤，还有去年大火的兔耳朵雪地靴。五，陈赫 TIANC Brand。 自跑男后，陈赫跟随郑恺的脚步也开了淘宝店，风格就都是酷酷的玩玩的街头风。六，张子萱 Cheese and Kisses， 甜美又很实用的款式。七，潘玮柏 Ramp。 李晨 NPC 官方旗舰店，不少明星都为他们打广告呢。八，陈冠希 Cloud 官方旗舰店，都是这种酷酷的范，价格啊也不算便宜。虽然离开了娱乐圈，但是淘宝店也开得有声有色的。九，韩火火 Do not check。 韩火火充满活力的年轻感的衣服。幺零，李斯丹妮一色 AVILCHILD11 时髦。至于及时要走的是这种汉服风，很有特点，也正好适应了汉服流行风。幺二，前锋 Huawei 天天兄弟中的前锋也开淘宝店了。幺三，赵薇梦龙酒庄旗舰店，赵为自己代言自己的红酒，价格也是中端的，销量还不错。14. 周笔畅 Begins 潮流店铺，价格比较实惠，东西也挺多样的。15. 韩寒 When 一个一些小东东，很有文艺范儿。16. 成龙 Jackie Chan 官方旗舰店，价格还可以，加入了不少中国武学元素。 Alexis Levine 张力款式 NPC 李晨 Lamp。 潘玮柏款式小飞象 Off Feeling 吴昕款式熊先生家居品牌杜海涛款式